老师，我要跟你分享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我们学校申请实施双语实验课程已经通过教育局的审核咯，所以啊，下学年开始你就要准备好双语自然的教学咯。自然科老师志玲被指派要用双语做教学，整个人开始烦恼了，教材该怎么准备，如何备课，顿时脑海里一片空白。新北市要推双语教学，除了首创双语奖励计划，鼓励教师投入双语教学之外，更设想到老师从零开始建立教材的辛苦，因此英语资源中心和自然辅导团热血教师群合作，研发出自然领域双语教材 LV 包。谁啊？我可是来救你的。怎么救？你可不要小看这个 LV 包包，它可是你的 Learning Vitamin， 有它你就可以精神百倍，事半功倍，教起书来舒舒服服，笑傲江湖。哇，这么神奇！老师如果要事前备课的话，因为自然老师他可能比较缺乏的就是不知道怎么用英语来说，所以在我们的教师手册里面，连他需要使用的什么样的语言，我们都逐一的把它列出来，让老师知道说，哎，当上到这个的时候，可以让怎么样去用引导的方式，用什么样子的语言来去做一个呈现。这手册都帮你装本本，只要跟着里面的教学步骤，就可以轻轻松松完成教学。你的英文该怎么说，上面都帮你写好喽。所以我只需要由国内外相关教师来编辑自然教学 LV 包，透过科学研究法，让小朋友观察周遭的自然现象，老师和学生用英语做互动，带入双语教学情境。另外还要开课培训老师应用自然教学 LV 包在教学现场上，让师生更自然应用双语学习。在下个礼拜呢，我们紧接着会有30小时的密集培训，来培训我们的自然老师来使用这一套教材。那这一套教材使用以后呢，我们希望他真正的带到他自己的课堂上，然后把它拍成影带跟我们去做一个分享。那我们现在有16个单元，如果有16个老师能够来做每个单元的话，我们老师就有更具象化的可以来做一个备课的影片。新北双语实验课程从最刚开始的13个学校，预计2026年要达到校校有双语师资，2023年校校有双语课程，逐步让双语教育落实在校园当中。记者尤文怡新北采访报道。